现在我们演示一下怎么测试黄金的密度、纯度、 K 数。在0.00的时候，把黄金放在测量台上，数值稳定后按 Enter 键保存。把黄金放在水中的吊篮里面，数值稳定后再按记忆键保存。屏幕直接显示的是黄金的密度，按切换键可以切换黄金的体积、黄金的纯度、黄金的 K 数，按打印键可以把测试数据打印出来。